23日，奚梦瑶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与儿子何广深的亲子时光，还写到捣乱的小手。动态中，奚梦瑶一手捧着鲜花，一手拿着手机玩拍照，儿子何广深猝不及防的就伸出小手去戳妈妈的大手，笑得十分开心。近日，何猷君出席了战略合作国际金融发布会，在活动现场，何猷君大方接受采访。被问到奚梦瑶怀二胎宝宝的话题时，何猷君大方透露，奚梦瑶的预产期是在年底。被问二胎是男孩还是女孩时，何猷君透露希望这一胎是个女孩，这样就能够凑个好字。